我印象最深的时候就是我小的时候，这边没有灯的，用那个活水灯呢。毕业的时候，刚好那年是马来亚最不好的年，1969年五一三的时候，刚开始出来的时候，没有找不到工作，市场比较萧条，要找什么工作都是比较难。有去过吉隆坡那边那个双文丹做那个西矿，70多年又回来这边做，跟他们做报关手续啊 custom declaration， 到差不多靠近80年的时候，我去新加坡。那个时候应该是2004年12月26日啊，我在家嘛，那天早上就过了，那天早上是地震罢了，然后下午的时候那个海水忽然间退潮的时候很快，好像像差不多这样子的，一下子就水没有了，所以感觉哎，为什么这样子？不久他们打电话来那边呢，那边巴都兵役那边，他们说很大风大，他们说他们一起来了，不知道嘛，完全没有不懂得是什么是海啸什么。好像邻居什么都是好像比较合得来，好像有什么事情一出生了，其他的左邻右舍就来了，因为习惯了这边生活。你现在叫我去住也是不大习惯外面的。